今晚在家里播啊，在家播，今晚是在室内播。在室内播，我们下个月1月1号就去户外了，1月1号去户外了啊！哎呦，这个菜看就不好吃呢，好油腻啊！啊，阿姨回来了，我在直播呢。哎呀，吃不下这个菜。完了，我吃东西不香了。哇哦，好吃吗？好吃。这个放酱呀？放酱，辣椒酱。不是，这是蘸着吃啊。啊。淋上去的，豆花吃吗？我想吃。哎呦，怎么吃起来不香呢？我好痛苦啊，这种感觉。嗯嗯嗯。哦，那里有点。没有问题，我吃什么都很香。你病的那几天你香吗？香，我吃的挺香的。他一天猛炫。哎呦，这个纸都开了好久啊！不要开了。感觉什么干嘛一样，穷死了！哎呀，没胃口，怎么会这样没胃口啊？可是这个菜不好吃，可能是的。你看这个肉看着好硬啊！好，不行，那给你煮点其他的吧。煮碗面，吃不吃面？你会呀？开玩笑，不煮面啊！来，上次去张什么叫？张什么？肥肥，张某子，肥肥，帮我去煮面去吃啊！他上次在周四的时候，我跟你说，扬言说要下面给。就前天啊，那个锅你们买了吗？那个锅就是199是吧？嗯，1399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陶瓷锅，你们买了没有？我现在拿回来用了，我觉得超好用那个锅。你们拿到手，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好用的。哎呦，真的吃不下这个。哎，去下面。可是我中午吃的时候，我觉得好香，为什么？现在看了，挺好闻的。我吃一块鸡肉，好吧？你试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菜的问题？吃了好大一碗米粉。我平时吃什么都觉得很香的。收到锅了吗？那锅超好用，就是你知道吗？我拿那个焖东西啊，你就一滴，你可以一滴油都不要放，一滴油都不要放。然后。一点都不粘锅，很好洗。不吃面条，吃那个饺子吗？吃饺子，贝贝。鸡肉好好吃，上面的蒜。啊！看到我姜蒜酱。我生病了，红哥。真的，吃一块。我生病了。对啊，你怎么吃东西不香了嘞？我今天中午吃还觉得很香的。那几天你吃四顿的时候嘞。下次买那个锅超好。这个酱在上面。你们收到了吗？我不吃鸡皮。哎呀。1月3号有牛排，1月3号还有那个锅。嗯，你看看北北怎么做饭，来，你们看一下我。什么东西啊？你在干嘛啊？东西掉了。口罩都发了几万单了，怎么没发货呀？来，你煮什么？你不是要吃饺子吗？吃饺子还是吃面？吃面我就给你弄整点青菜，煎个鸡蛋。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想吃。哎呀，我好难，好痛苦啊！我想哭啊！我吃不了东西，我就想哭。我是属于那种1年365天，我天天都有食欲的人。我生病了，我生病了。没有，不要想，明天起来又会很香了。我试一下那个锅真的可以把盖子盖上它弄起来。对，而且那个锅你知道吗？它炒菜。就是我们煎那种香肠，它一滴油都不要放，真的，它一点都，而且它又外面焦，里面的嫩，就是那种，这个锅真的超好，最主要性价比高。我生病了，
完了，吃不下饭的感觉太痛苦了。长饭不思。我中午吃那个白切鸡，我吃好多。你中午吃白切鸡，晚上又吃白切鸡。我中午吃，我本来是想让你点猪脚饭，怎么帮我点的是这个？那家不送了。那就不送，就不要点了。这家超难吃。这个也是猪脚，加白切鸡。超难吃，这个猪脚好硬。好吧，汤还喝吗？喝。哎呀，不香了，完蛋了，吃起来不香了。我就喜欢装，哼，我就喜欢装呢，怎么了？问题是平时我跟你们说话也是这样子的哦。对呀、啊，我跟平时跟他们说话都是这样子的，我又不在直播间这样子。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呀、啊。吃点面条，面条也不吃面条吧？面条，好的。叫。饺子肉多，肉太多吗？饺子肉多不多？多。我以为不吃。皮薄肉馅大。以为那不吃，吃面条算了。这个鸡蛋面条，养。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啊！这些人天天到晚在我这里带节奏。哎呀，多大胆的装嫩，怎么了？跟年纪有什么关系？他们难受，因为他们装不了。他们装不出来是不是？是的。你这样只能我在装吗？我没装啊，我平时也是这样子跟你们说话啊。是的，我就哎呀，怎么就是这样子说的？啊，每次抱着花生就啊，花生，花生。啊，痛苦。没事没事，你自己发挥。我不知道，在这个手机上。小手机吗？不是，在这个手机上。饺子也硬，对。我就这样，真的爱看不看，我都是小号，你要过来黑我，我是小号的，你们还要过来。他们是真爱粉，每个号都不会放过你。放过我。真爱你。爱我。你去哪，他们去哪。你发视频，他们就在视频说。对。你直播，他们就直播说。我用大号在，他在大号说；我在小号，他在小号说。真的很铁。妈，你们就做我铁粉吗？不要做黑粉了，真的。黑粉一点都不可爱，铁粉多好。嗯啊。等一下，我登一下，我登一下那个 QQ 啊，等我十秒钟，我登一下 QQ。哎，怎么不能扫吗？直接扫不行吗？扫也要登录的 QQ 扫啊。是啊，所以我打开你这个，打开二维码，我来扫，对，来扫一下，登一下微。Q。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摁进去，它这根线老是分。肥肥是不是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哦，不行。那个餐。大舞台播不了，胃痛，胃痛，胃痛，家人们，胃痛啊！胃不舒服，播不了大舞台。休养，休养。我发现昨天我看了我自己没有瘦，我的腰上还是有肉。你腰上是没有肉的，你只是肚子上有一丢丢。不啊，你看我的腰，你看就有肉，你看这是不是有一点点肉？他在这样，我看他的腰。你看这不是肉吗？他把衣服露出来，我看他的腰。你看这不是肉吗？这不是肉吗？还是有点肉。裤子太紧了。没有，你看我拔掉，你看也是这样。有肉，有肉好啊。谁腰上没肉呢？对，腰上没肉的太丑了，真的太丑了啊、哦！太丑了，那种腰上没肉，怎么一下子有7000人了？怎么的？猴哥，我不想播了，我退网了，我要。真的吗？但是那个汤和那我就天天抱着你的大腿求你播。我真的退网了，我要。哎，没网了。大家不爱我了。不，你自由发挥吧，你别快点说爱。哎，这怎么也没有电了呢？刚才。那个你看，爱你。他们不爱我了。他们不，这是鬼。鬼来了。他们不爱我了。不爱我了。
你。哎呀，我这吃的啥玩意儿？吃面啊！我还没穿衣服呢，我穿啥衣服啊，猴哥？每天都是烦恼，穿什么衣服，唱什么歌，每天都想跟你们怎么直播。不上大舞台直播，今天不上不上，胃痛，家人们，允许我好吧？我觉得这一个月，这一两个月是我播了3年以来最懒散的一个月，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只是不知道怎么了啊，这是形势逼迫，没办法。对，形势逼迫我。不过没关系，明年一切都好了。1月1号，我即将开启我的2023年户外首秀。别说话。2023年第一场直播，到时候希望我的身体能好。我就喜欢装呢，你奈我何呢？你奈我何呢？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能感动天。一直高一直低，那是我自己画的，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看吧，好吧，你们就这么看吧，没办法了，没得救了，没有化妆师呢。你以前每次画都是画一直高一直低的，以前你自己化妆的时候是吗？对，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啊，没有啊，我胃不舒服。胃阳了吗？什么阳了吗？又谁阳了吗？老师，真的啊？又阳了啊？哎呀，限流就限流，我这无所谓，播的播就玩的啊，播就玩没关系。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热呢？我背后都是汗。矮的。菲菲，我还有面吃吗？行。菲菲，我还能吃。菲菲，我还有面条吃吗？菲菲，吃面条。对呀、啊，是的。我要吃面条。新的不是弄我登录的那种，那我先之前穿。他没穿衣服呢，家人们，要帮我穿衣服吧。这个没用啊。换衣服吧。嗯。穿什么衣服呢？我天哪！天天看那些衣服，头都痛了，真的。那衣服堆成山，但是却永远少那么一件。永远少今天穿的那一件，永远少现在要穿的那一件，衣服再多都没用。怎么办？永远少一件衣服，衣柜里面。你别这么说啊！我今天又给你买好多了。啊！不少不少不少，要大家不要破费，不要破费。哎呦，我穿什么衣服啊？我呀，粉红色，粉红色。什么粉红色？是粉色。嗯，上穿，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病态，你知道吗？就穿这个睡衣啊。不要吧，那你还不如穿你那套，那套睡衣。你穿睡衣。就是每次拍视频，你都穿那套睡衣。啊，不行，不行不行，穿睡衣不行吧？对啊，不是穿了永久的吗？但是也是这个号啊，也是这个号穿的。穿什么衣服呢？那我之前那个怎么办？
你们这个 T 恤穿不了，冷太冷了。你这个太坑了吧，肚脐好痛啊，肚脐啊。好的好的呢，穿牛仔衣吧，穿牛仔衣。好的呢，好的好的，牛仔衣喽，穿牛仔衣喽。我有他一拉起来就这样咻一下穿好，好吧，穿牛仔衣呢，这牛仔衣好看啊，好看，去年不是在沙川经常穿吗？对呀、啊、我现在今年没有穿过，我这一次没穿过啊。对，又是新衣服，在家里不会，在舞台上我就不会穿成这样了，我去换衣服咯，看见我猴哥擦玻璃，擦玻璃，穿牛仔裤啊，穿啥都行，他们说穿啥都行，不要冻着，不能凉着。Hello， 颜色不好看，颜色不好看，算了，来看我里面黑色的。现在重启电脑吗？现在重启电脑啊？哦，好的。可以了，对吧？好的，拜拜。好嘞。行吗？好的。好的，拜拜。拜拜什么？没没没有，我在打电话，没有挂。要等到你换好衣服来，他们都在等你换衣服。刚刚来的。拜什么拜？没有拜拜。是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你们期不期待老板换了衣服？老板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好不好？先离开。下个月去哪里？老板不是说了吗？下个月去西安。好想哭。老板今晚开播吗？开呀。我们都过来了，他不开合适吗？你以为又像昨天晚上一样吗？嗯、啊，跪求开播，全网找他。找衣服。把包包放下来，好的。我觉得有点太重了，太重了。啊，太重了！你这好细心啊，连我背的包都知道。没说去啊？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哦，对不起。哦。真的没说吗？啊！完了，没什么，你换衣服吧。嘘，不能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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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这个话题过，这个话题过，过了，过了，过了。啊，我想死了。你们当做不知道吗？不知道，都不知道，不知道啊！千万别说，千万别说，我错了。不然明天就监控。要不然明天真的，我真的写辞职信了。稳住，这话题过了。你们猜老板去换什么衣服了？你们猜。哇，这个睡衣好好看。你们猜老板穿的什么颜色的睡衣？哎，我的刚的衣服呢？就好暗号啊，朋友们。哦，对，啊，对对对，啊对，没没没，没没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吗，朋友们？你们都忘记了，你们都忘记了。来，跟着我，现在一、二、三，好，忘都不记了。刚刚翻篇了，翻篇了。好的，过去了。哎，过去了。啊，心脏病都要来了。快点，朋友们，给我寄速效救心丸过来！
快点给我寄过来。牛仔衣好看，我也觉得好看。是的，是的呢，是的呢。他们说牛仔衣好看。好的，没有问题，朋友们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好吗？这趴过去了，过去了。对对对，是的，上一万人了，你得一万人了，刚刚涨了3000人，老板快来！他在努力的换装秀，QQ 服装秀，QQ 服装秀，变装变装变装秀，我的面呢？再搞再搞，等一下就好了。那个面是不是弄掉了？弄掉了，吃不了了，弄掉了。哇、wow, 裤子还没换、啊、干嘛、啊、过去了什么发个红包这个事就过去了他们说过去什么没什么没什么过去什么花生他们说花生花生呢哎限流了限什么流这小号限什么流啊花生怎么了刚刚你叫什么没什么，快换衣服吧，已经7:30了，没有面子啊，没有面子，马上就好了，2分钟。朋友们，朋友们，朋友们，好不好？拉钩，这个事情拉钩，好不好？拉钩，拉钩了啊！你们同意了啊？你们同意了啊？这个事情过去了啊，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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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钩了，拉钩了，好吧？花生可爱，对我也觉得花生可爱。花生的颜色跟我颜色是一样的。哇！穿一个星期了。来了来了来了，老板来了，老板来了，214，213，扣起来。不能让他们看到，大号见，好吧，大号见。拜拜。1.2万人了，涨4000人。大号见。好的，拜拜，大号见。老板，你吃面去了啊？你们没吃饭的赶紧去吃饭，吃完饭赶紧来直播间，好不好？直播间见。